好，我们接着上课。关于悬眼的病症分型，首先第一个，它是按照疾病的顺序来划分的，在初期叫斜傍胸背，这是根据悬眼的这种病程的疾病进程来划分的。初期斜傍胸背，斜傍胸背这是悬眼，所以病人的表现是胸胁支满疼痛，好，刻度眼痛，好，刻度眼痛。那么悬眼的主症，病人的话胸胁刺痛，呼吸与转侧的时候发生疼痛，病人的话呼吸困难，是不是气急？斜傍胸背，胸背在哪里？半表半里之间，所以病人的话寒热往来，身热起伏，汗少或者发热不恶寒，有汗而热不解，关系到肺，所以他有咳嗽，因为比较深，所以他痰比较少，先下脾咽，干呕口苦咽干，这些是什么？斜在胸肺半表半里之间的，是不是财富贪症？寒热往来，口苦咽干，目眩，默默不易掩食，脉眩，对吧？这样一看的话呢，对这个是不是多了？多了一个什么呢？影响到肺，咳嗽卡痰，呼吸困难，是不是？痰少并不是说没有痰，知道吧？卡痰，痰量少而已，痰的颜色，痰的质地，痰的量，这是在咳嗽的时候你都要分清楚的啊。舌苔薄板或者舌苔黄，脉悬索，脉悬索。治疗既然是在半表半里之间，是不是要个和解？要和解。它影响到肺，是不是要个宣肺？所以和解宣利是它的治疗法则，啊，是它的治疗法则。代表方采纸放下它，啊，采纸放下它，也就是和解的话少不了财富，采纸半夏汤是小柴胡汤去了人参，加上止咳桔梗瓜蒌杏仁和青皮，啊，加了这些药，也就是行气祛痰宣肺，是不是？行气祛痰宣肺，啊，这是它的一个特点，这是它的一个特点。但痰饮内急啊，痰饮内急，肺实相素的话，它病人咳逆气急，可以加上白芥子、三白皮、平栗子这一类。啊，胁痛比较明显的，可以加上郁金、悬浮来止痛。啊，先下脾咽、口苦、干呕这一类。是什么？是不是斜线？斜线于里，是不是？斜线于里，你们《伤寒论》学完了，这个是不是接胸症？所以用小线胸汤，知道吧？小线胸汤，只要这个地方脾嫩不舒，小线胸汤是很有帮助的，知道吧？小线胸汤是很有帮助的。啊，现在说。体验不舒的话，有些时候哈、啊，有些是很明确的哈、啊。小心胸汤，连下冷，是不是？哈、啊，连下冷，哈、啊。眼斜预热的时候，病人又有咳嗽，又有眼斜，又有发热，该用什么呀？麻线石甘汤，哈、啊，喝用麻线石甘汤。这是初期，啊，初期。斜开始牵棒，牵棒时间一长怎么样？眼停胸背胸泻，好，眼停胸泻就是眼斜开始长起来了，这是第二步。眼前胸泻的时候，病人胸泻疼痛，咳跺眼痛，咳逆气喘气出，
不能平卧。眼邪内阻，这个时刻眼邪多了，因此的话病人痛是在减轻，而呼吸困难在加重。病人有可能就是偏卧于田隐的一侧，向病侧卧位，病经病人的话呢，便侧肋间饱满，甚至可以看到病侧胸廓隆起。好，舌苔白，脉沉悬或者悬滑。治疗应该泻肺驱饮，书本上用的代表方：焦木瓜蒌汤和石枣汤，或者空闲当加减。啊，焦木瓜蒌汤用什么呢？一个驱饮，第二个祛痰，是不是？好，祛痰化饮。焦木瓜蒌廷栗子三百匹梳子，半夏茯苓橘红，还有个蒺藜。好，蒺藜的话呢，这是胸泻部分，是不是？啊，胸泻部分。那么石枣汤，甘水大戟和圆花；空闲汤，甘水大戟、白芥子。那么在这里的呢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么圆花的话呢，拿来泻，是不是？白芥子呢，拿来祛痰。这就是石枣汤和空闲汤的不一样。那么石枣汤怎么用？我们现在都用煎剂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知道有一家传的怎么用这个石枣汤呢，就用十颗大枣跟这个用甘水大戟圆花原料去煎煮。煮什么呢？煮到水干，煮到水干吃什么？吃枣子。好，吃枣子。那么在用石枣汤的时候，学方剂的时候学了吗？应该，它应该是跟什么一起用？石枣汤，吃喝完石枣汤以后还要吃什么？不记得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记得。所以在这个方剂的话呢，你们搞忘了。石枣汤呢，因为它大霸道，很多人也不敢用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探听到一家传的使用方式，但是呢，这个使用方式呢，他这个家族的话呢，没谁去学医了，没哪个去学医了，啊，他都年纪好大了，他都要退休了，啊，退休了。偶然有一次我们在一起，因为另外一个事情在一起工作，是不是？另外一个事情在一起工作，一起工作呢，我是学医的，他不是学医的，就会谈论他那小时候。他怎么样，他那怎么样，然后说到啊，其实来讲呢，他们的那个功夫人好的，很多泥囊病的话呢他都知道。哎，为什么？就是有些人不敢用的，他家里都是怎么用的，谈论，是吧？谈论。但是呢，所有家传的那些东西呢不在他那儿啊，不在他那儿，他是一个女的，是吧？在他的兄弟那个地方啊，所以呢，那些医书啊，他们以前家传的那些东西在那里头，没办法看，啊，本来很想提出来，哎，是不是能看一看？是不是？啊，没办法，啊，不在他那里，他自己就说了，意思说，啊，你也别问我要，我也拿不到，啊，但是呢，他记得到的东西呢，给我说了一说，石枣汤他就这样的，啊，就这样用，啊，就这样用。所以呢，因为现在的话呢，我也没机会试。所以我知道的话呢，到底怎么样我也没用过，而觉得的话呢有道理，是不是？有道理啊。为什么有道理呢？因为曾经的话呢，我也用另外一个方，因为我妈妈的话呢很劳累，是不是？关节会疼痛，腰会疼，有些时候会损伤，所以的话呢，我就按痹症给她治疗，是吧？按痹症治疗的话呢，里头就用了乌头，是不是？用了麸片，哈，乌头和麸片的话呢，吃第一次药没事，第二次药没事，是不是？第三次药心脏就出问题了。我想这怎么回事啊？
完了之后他讲他晕得很，心慌得很，我一看，哎呀，传到主持都出来了，把我吓昏了，我讲妈妈都弄得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啊，到了最后的话呢，安顿好了之后，把情况弄好了之后，问他怎么回事呢？吃的早，吃的都不没事，这个药量也没什么，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啊？他觉得那大枣可惜了，他把药渣里的大枣吃下去了，我的天哪！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想了，想了一下，该怎么样？药性可能就在里头会有，所以他把大枣吃下去了，哎，这问题就出来了，啊，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的话呢，哎，那个药渣里头的有些东西确实，他把这个拿来用是有，我觉得师父是有道理啊，师父是有道理啊，这是眼前凶现啊。但关于跟肝水和大忌的话呢，好像出现什么好大的问题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老师他就喜欢用啊，喜欢用。那么以前的话中风的话找中医的还是挺多，肝水大忌他是在用，拿来做脱水治疗，哎，也还是可以的，也还是可以的啊。他就想发现有这个对脑水肿的这个脱水还是，但是我们用的少，他用的少啊。痰浊偏盛，胸部满闷，舌苔浊腻，加泻胆和泻脓，水饮久停难去，胸泻之满，那么可以加上桂枝白术这一味，和什么特点啊？和苓桂猪肝汤的特点，是不是？啊，和苓桂猪肝汤的特点啊。第三一个特点，第三一个症型，漏气不和。漏气不和的话呢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影响到了血脉血漏，是不是？好，影响到了络脉，也就是说病程是不是比较长啊？这就是病程进一步。因此的话呢，病人的话呢是胸胁疼痛，呼吸不畅，病人出现络脉闭阻，出现的话呢疼痛，颅浊颅刺，胸闷不畅，或有闷咳，烟雨天气或者夜间加重，甚至牵延间久不已。偶尔的话呢可见到病侧胸廓变形，舌苔薄，舌质暗，脉悬，这个事实上呢病程的第三个阶段啊，病程的第三个阶段。治疗理气和络，代表方香附玄虎花汤。香附玄虎花汤是针对胸间的啊这种热气不和，所以这个闷痛的话呢，闷的疼痛啊之类都可以用。香附玄虎花汤，你看生的香附玄虎花还有苏子酸，亦已能半夏附离绝脾。这就是说关于影响到肺的话，大多数情况之下都用了二陈汤方剂在里头，是不是？好，这就是治肺的话你都要注意治痰，对不对？因为肺为储痰之器啊，注意到这个问题啊，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不是所有的，但是大多数情况之下都要啊。这是热气不和。第四一个，阴虚内热。阴虚内热，这是玄眼的后期胸胁闷痛，病人在这出现阴虚内热的表现，出现阴虚内热的表现。阴虚内热，肺的阴虚，我们都已经讲过，咳嗽也好，肺痨也好，阴虚咳嗽怎么样？是不是呛咳、干咳、无痰，是不是？这是它的特点。所以呛咳实作卡吐少量粘痰，口干咽燥，或者五合潮热，圈红五心烦热盗汗。因为他阴虚伤了咽，所以病久不复，没有阴液濡养，形体萧瑟啊，形体萧瑟。
舌质偏红，少痰，那小旋，这是什么？阴虚内热的舌象、脉象特点啊，阴象、脉象特点。治疗滋阴清热，代表方沙参麦冬汤，沙参麦冬汤和蟹白散加减。养阴沙参麦冬汤，因为这个时候是阴虚内热，有肺热，所以蟹白散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是虚热的话呢，还能用蟹白散吗？一般就不用了。为什么？三白脾的凉性啊，所以沙参麦冬汤和蟹白散，这个热肺热啊，肺热。如果是虚热的话呢，那有另外的方，是不是？比如说百合固金汤之类的，对吧？百合固金汤拿来治疗阴虚，又有什么清肺热啊，你在这里头加减啊，在这里头加减啊，这是阴虚内热。整个这个玄饮在现代医学来讲，这就是胸腔积液啊，这就是胸腔积液啊。胸腔积液中医讲眼前歇下，这就是玄饮。所以玄饮的病症论治刚好这四个症型，就是它整个一个病变发展的过程的分类。开始疾病刚刚发作叫胁犯胸肺，是不是？好，疾病的话呢，水一多了以后积水比较明显，这是眼前胸泻，是不是？好，病程的话呢，水的话呢会吸收，病程吸收的话，这叫出现一个病变，漏气不和，是不是？到了后期的话呢，病情反反复复，不服不好的话，转入慢性，这叫阴虚内热，是不是？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一个发生，是不是？然后的话呢是什么呢？发展到极期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发展到什么？恢复期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恢复？恢复期不太好的话，它出现什么问题？就出现一个慢性，是不是？慢性迁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一个特点？所以这样一个特点的话呢，每个相应的特点它有一个阵型，这就是玄演的四个阵型。拿现代医学的这种划分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这种过程拿到具体的病例，就是刚刚开始发病完了之后呢，积水啊，胸腔积液期，是不是？完了之后的话呢，那个胸腔积液消退期完了之后就是慢性期，好了呢，好了，是不是？没好的话呢，它继续，对吧？好，继续。这是关于玄饮。下面来讲益饮，啊，益。所谓的益，益出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个什么特点呢？是水饮留益四肢肌肉。注意，它流到四周去了。四周的四肢就是肢体，四肢的话呢刚好水肿泛滥，也可以泛滥到肢体。水饮是不是相类似？它都是水液代谢异常出现的问题，它也到四肢，它也到四肢。这个时候以四肢为表现的水肿和溢眼怎么样？是不是刚好混在一块了？对不对？好，刚好混在一块了。所以四肢肌肉为脾所主，水在脾下不得出，这是肺气淤闭不宣，玄府猫窍闭塞。因此呢，关于益眼跟肺脾这两脏关系密切啊，跟这两脏关系密切。那关于益眼的诊断
它的要点是身体疼痛而沉重。一身重，困重的特点。那么困重的特点是不是水湿困脾都有这个特点啊？第二一个，肢体浮肿。当汗出而不汗出，或伴有咳喘。也就是这个病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当汗出而不汗出，就是咽个出汗，打到这个地方，汗一出还积到有没有？没有。他现在呢，积的走到这个地方呢，出不来，积在底下就成为饮，是不是？所以病人的特点呢，当汗出而不汗出，说明一个什么症状？一个阳性的，就是肯定无汗，是不是？这个叫阴性症状。无汗是没有的意思，不存在这个，但是呢它作为一个症状来出现，所以叫阴性症状。啊，鉴别诊断，一眼跟风水相见。风水表示着水肿无汗，身体沉重，外在表现是不是跟这个一眼一样啊？对吧？所以水肿的表示跟它基本上你没办法分。但是这个水肿的话，它有表虚症，它就可以出现什么呀？出汗、恶风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一眼不？不是。这就恰好水肿跟它又有可以区分之处，但是具体每一个人他又不可能又表虚又表实的呀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呢在这里的话确实鉴别的话呢，在某一些症型是有困难的啊，有困难。那么关于一眼，一般来讲它是表寒里眼症。关于一眼是表寒里眼症，为什么？里面有眼邪，是不是？但是为什么表寒呢？因为外面把毛窍闭塞，是不是？当汗出而不汗出，为什么不能出汗？毛窍被闭塞，玄武毛窍被闭塞，玄武毛窍闭塞，谁会闭塞它？只有寒邪。所以表寒里眼是一眼的特点。一眼的主症，身体疼重而疼痛，可以出现肢体的浮肿。也就是说一眼跟水肿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可以肿，可以见不到肿，是不是？只要病人说哎呀我这个手的话好像很肿胀，你一看好像没肿，但是病人呢感觉到肿胀很重，那种特点像什么呀？像我们的血液积在下部没上来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会？你胀的地方胀多久？胀那一天，或者手的话呢，老是在走路的时候怎么样？那个手一甩一甩，时间一长怎么样？你的手非常沉重，非常肿胀的感觉，非常粗壮的感觉。但是你一看的话呢，好像没肿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它的表现。所以它的表现首先来讲是疼痛，沉重，肢体沉重，疼痛，可以见到肿，可以见不到肿。风水的话呢一定会肿，是不是？一定会肿啊，这是它的表现。这是一眼的主症，它有表寒有里眼。表寒无寒无汗，是不是啊？也可以表现为怎么呢？咳喘。为什么？息肺嘛，是不是？风寒息肺，所以表寒之症啊，它同样的可以有咳喘。但是它因为有里隐在皮下跟肺脾都有
刮，所以病人的话呢有痰多白沫胸闷干呕渴不渴这样一些伴随症状，舌苔白慢旋紧。治疗发表化瘀代表方小青柠，是不是机能解表又能化瘀的就是小青柠啊，就是小青柠啊。当然隐瘀可以化热，用什么办？小青柠加石膏汤，或者呢大青柠汤，是不是？这就看哎，你们学了伤寒论，小青柠汤小青柠加石膏汤大青柠汤应该清楚，是不是？刚刚学理解会比较深一些啊，刚刚学理解会比较深一些。像我们时间比较长啊，很多时候不用的时候怎么样啊，对某些东西的理解就在退化啊，就在退化啊。肢体如果浮肿明显的话该怎么样？该利水，用什么呀？五苓散啊，五苓散。如果说影响到肺该用什么？平利大枣泻肺汤或者三枝养心汤，对不对？好，第四一个支引。支引是什么？眼斜流腹支撑胸膈上力破肺，眼斜浮流不去是因为正气亏虚阳虚不化。为什么他能留得到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经常会问，有些时候我们反问就能发现很多问题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，是不是？就比如说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采取过激行为，为什么？你得记住有些东西这都不是，这些人都是刁民，是不是？他有家有业，他一般的情况之下不会乱来的，乱来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总是有人憋着了他，对不对？那就要看其他的一些原因，是不是？其他的一些原因。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待现象的时候要从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说学中医的好处让我们修仙养性，这一点非常有好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医要考虑的就是两个方面，我们能够从两个方面去考虑这个事情的话，能够考虑这个思维方式，能够以这种两个事物两个方面去考虑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多少郁闷，知道吧？不会有多少郁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总能把住事理，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嘛，我们就能把住事理，它的原来的事情的发展的正确的方向是什么。你能认识到，你认识清楚了，你还郁闷吗？不郁闷。所以学好中医的人肯定是长寿的，当然有飞来横祸那也不能保证啊，飞来横祸英年早逝的时候呢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。但是如果说真正的话，它是能够颐养天年的啊，肯定能够颐养天年的。但是呢在这里头所谓的那些乱说的话呢，那就又不一样了啊，又不一样了。这个病它的诊断要点，颗粒依稀短期不得平卧，奇形如肿。颗粒依稀，什么叫颗粒啊？颗得来怎么样啊？气都要往上了，没有下来的气。依稀的特点是什么？是不是它必须靠着，第一个很困难，第二个是什么呀？它睡不平不能平卧，它也必须要依稀，是不是？奇形如肿，怎么样？外显有一点浮肿的样，所以这个特点啊。刚好支引、腹引、肺胀、喘症、哮便，怎么样？这几个病有非常类似的，
为什么类似呢？他们有相同之处，咳逆上气，喘满咳痰，就是有咳痰喘这些病情。但是它的发生发展和转归都不一样。肺胀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发展而来，就是其他的病都会归到于肺胀，所以肺胀的话呢肯定是一个好不了的病。为什么？好的了早就好了，在其他就应该好，不应该到肺胀来，是不是？好，喘症是多种慢性急慢性疾病的重要的主症，发展到这一个时期，是不是？而哮病是一个反复发作的独立疾病。支引是痰饮的类型之一，饮些支撑胸背而治。浮饮是腹而湿乏的饮症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肺胀它在急限阶段是不是可以表现为支引的症候啊？支撑胸膈。而喘症的肺寒痰饮两个症型是不是具有支引的特点啊？而哮病是不是腹而湿乏，是不是腹饮的范围啊？对吧？这就是他们的特点啊，鉴别要搞清楚的啊，要搞清楚的。第一个症型寒饮腹肺，咳逆一息，短期不能平卧，气心如肿，是支引的主症特点。但是这个时候它是寒饮，所以痰如白沫，量多，经久不愈。寒饮天冷受寒是不是加重，或者平素腹而不作，遇寒激发，发则寒热，背痛腰痛，目气自出，身体阵阵顺动。跟你讲了啊，这个阵阵顺动我的理解是现代医学的肌阵暖发作啊，现代医学的肌阵暖发作。不相信你去看一下，除此以外你还能看到什么样的深深阵阵顺动，阵阵欲闭地，是不是？你学那个伤寒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，阵阵顺动啊。治疗应该温肺化饮啊，温肺化饮，这里都打错了一个字啊，打成寒肺化饮去了啊。寒寒肺这不是什么要人家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的错了啊，温肺化饮，代表方小青龙汤啊，代表方小青龙汤。外服表寒，那就不需要桂枝之类的，是不是？用什么呢？灵肝五味姜辛汤。如果饮些肾，那就要怎么样？泻肺。三枝养心汤、平利大枣泻肺汤，对吧？如果饮于化热呢，叫清热木防饮，对不对？好，木防饮。饮邪的话，化热也和浊精怎么样为糖，这个时候就要养阴啊，要清化。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支引，它没有寒而是阳虚，所以它第二个就是脾肾阳虚。脾肾阳虚既然是支引，它就有支引的主症，咳逆一息，短期不能平卧，其心如肿啊。因为脾肾阳虚，阳虚不耐劳动，所以它动则加重。什么加重？喘在加重。病人的话呢是脾肾阳虚，所以伴有脾阳虚症，也有肾阳虚症。脾阳虚症它不能温分积热，不能够运化。肾阳虚症腰为肾之府，腰系酸了，它上不能够达到髓海，下的话呢生殖功能异常啊。这就是关于这个它的伴随症状，脾肾阳虚的时候，我们书本上所列的症状是代表症状，这是一个说明而已，不是这个病人具体症状，你加以说明而已。脾阳虚，气短神疲，痰多食少，便溏，
是不是不能运化而藏痰，是不是？而肾阳虚，你看切寒肢冷，少腹居疾不仁，小便不利。脾肾阳虚，虽然叫阳虚，阳虚咽肾，咽肾是什么？水饮内主，所以它就有心悸，克而气切胸闷，其下动悸，足腹浮肿，或吐涎沫而头晕目眩。啊，舌之淡，舌体胖大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阳虚那就胖而嫩，细嫩是它的特点，它拔润而腻，脉沉细而滑，啊，治疗健脾补肾，温化水饮。书本上用的代表方，对于肾阳虚用金匮肾气丸，对于脾阳虚用苓桂猪肝汤。脾肾阳虚两个方合用，事实上的话呢，如果水饮比较弱还可以用什么方？真武汤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武汤很好用的方啊，很好用，针对这些是很有用的啊。啊，中气虚弱啊，延年复临也，是不是啊？这些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去管了啊，这个事情啊。下面来讲一下痰饮它的转归，因为痰饮是跟身体正气虚弱有关系，所以呢有些病经过治疗以后，痰饮消得除，能够消除得了，它会不会好啊？有些会缓解的，但是绝大多数的话呢，这个病正因为会出现，跟什么有关系啊？跟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。那么脏腑功能失调，那个人逐渐衰老，病情疾病进展，是不是功能失调越来越明显啊？所以一般来讲，大多数情况之下会出现慢性进展，病势长鸣，反复发作。那这个病是一个全身系统，各个系统都能够影响到，啊，各个系统都会影响到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病的话呢，痰饮这个病是属于中医很特殊的一类，啊，很特殊的一类，包含着现代医学各个系统的某些病症，啊，各个系统的某些特点，啊，各个系统的某些特点，啊，痰饮这个病呢就讲到这里头，好，今天就课到这里头，办学，好。